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手册的第136课，生病是抵制真理的一种防卫。好，我们前面昨天呢已经带你呢读了前面的十段，好，那么这十段是很重要，不过他讲的东西很深，好，而且可能远远超乎你的想象，如果你是第一次读这一课的话，因为好像是在讲身体的疾病，好，但是讲到都是心灵的部分，讲到上主，然后还说这个，生病是抵制真理的一种防卫啊，这听起来都很抽象。那这课其实它的一个学习的确是特别深刻啊。那么有可能你会把奇迹课程就是读或者练习到好多年之后呢，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了解这一课的每一句话到底在讲什么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不管你是初学者或者你已经学了一阵子，我相信这一课里面的有一些文字呢，应该都能够打动你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个第十一段继续读啊。他说，上主对你存心改变他旨意的计划一无所知啊，因为前面已经讲了，上主并没有创造这个世界啊，所以他也很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说，上主对于你在做什么啊，在防卫他、抵制他啊，然后把自己搞得都是病恹恹的啊，他是一无所知的啊。那第四句他接着说，哈，你有权利相信自己是会死的一具身体啊。那相信自己能够承受疾病之苦，好，然后可以扭曲真相，你都有这个自由，因为你的心灵是上主所造，你的心灵是完全的自由，而且它的能力是完全的无限，所以这些你都可以去做，但是并不能够改变上主，也不能够改变你的实相，也不能够改变真理。好，那可以说，你的实相仍然是圆满无缺，而且纯洁无罪啊。那在这样实相之下的心灵或者灵性，是绝对不会生病的。好，那下面第十二段第四句呢？他说，真理一心想要给你幸福，也就是上主他创造你的时候，他完全就是要给你幸福，这是他唯一的目的。也是因为这样，他把他的本质，也就是无条件的爱，无一遗漏的、毫无遗漏的跟你分享。但是当你抛弃上主的礼物的时候，也许他会叹息一声，但是他深知，而且极其肯定，他愿你拥有之物，你一定会得到啊。那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象征性或文学性的笔法啊，就是因为上主看到的你永远是圆满的，那是你的实相，所以他不可能会有叹息这件事情啊。他如果叹息的话，就表示他看到了你的不圆满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幻象上主看到了，那这个幻象就有了某种真实性在。好，所以这边它是一个文学的笔法啊，会让你觉得这课程读起来有点意思哈，比较不会读得那么硬。好，那下面第十三段呢，他说这个事实证明了时间只是一个幻象，时间会让你感到上主所赐你的一切并不是当前的事情，当前的真相。那这个在宗教里面体现得最明显啊，因为宗教里面都是说死后嘛，死后可以上天堂，或者你死后会下地狱啊。那天堂既然是上主要给你的礼物，他为什么不是当前现在就给你呢？必须要等到死后啊。那实际上上主要给你的东西，他当下都已经给了，他在创造你之初都已经给了。那么时间的因素，这个一定是小我所创造的啊，因为时间这个元素呢。它是暗示的说有变化、有无常、有失落，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有时间，你才会感受到有时间，所以时间不是上主造的。那他说时间呢，其实怎么样呢？也是你为了抵制真理而造出的另外一种防卫。好，所以在这课里面，我们起码看到了有几种防卫。好，其他你可以举出来的还有很多，只要是你去做一件事情，为了可以忘掉上主。为了要抵制真理的，这个都可以叫做是防卫。好，那第十四段呢？后面开始讲到练习啊。他说，我们今天要决心去迎接真理，而且你随时都能够找到它，因为真理就在我们里面嘛，也没有人阻挡你去碰触到它。好，所以就看你的愿心了。那十五段讲到练习，哈，今天是一样早晚。各练习一次，每一次15分钟。我们祈求真理降临来释放我们。
那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真理一定会来临，因为它从来就没有离开嘛，是我们把真理给推开，啊，是我们在防卫它。好，那今天练习的指导句是：生病是抵制真理的一种防卫。今天我愿接受自己的真相，并让我的心灵彻底的痊愈。好，注意它的重点是心灵。实际上呢，当你的心灵里面充斥着罪疚或者是恐惧的时候，你就是生病。好，这个是其一个人的定义啊。他定义的疾病，其实与其说是身体的，不如说是心灵的啊。所以你看，他不是说让我的身体彻底痊愈，是让我的心灵彻底痊愈。他把疗愈的重点只摆在心灵，而不是身体啊，因为身体是属于幻象，只有心灵才是有待疗愈的。那么身体生的病呢，其实是心灵生的病去折射跟显现出来的。所以，其实，在所有身体疾病的底下，如果你觉察的够深的话，其实都是我们跟上主分裂带出来的那个罪疚。好，那么在第16段有一个思考沉淀，是我想要问问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在网络上讨论，那我也会在课堂上跟大家仔细来研读这个部分，好，解答这个部分，就是他在第3句的最后面讲到的双重目标。什么叫做神志不清的追逐自相矛盾的双重目标？好，当然指的是小我。好，那接下来是第17段。好，他说，你如果明白身体不该有任何感觉这一道理，表示你练习有成。如果你练习得法，就不会有健康或者是生病、痛苦或者是快慰的特殊感受。所以呢，请你注意，好，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，当你学习更学得好，或者修行修得好的时候，身体就应该会比较健康，都不会生病啊，起码不会生一些大病啊。不过这个看法其实有一些微妙的问题跟危险在里面啊。那我在我的书里面也有详细的讲到这个部分，因为很多人在这个部分上其实是搞不太清楚啊。那么这边起码你可以看到，他说不会有健康或生病的特殊感受。因为如果说奇迹课程是完全超越二元的话，那么健康跟生病它不也是一对的二元对立吗？那如果你能够超越这个的话，你还会那么在意你的身体是否健康吗？好，那么下面第19段的最后一句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，心灵一旦生病，身体会遭到池鱼之殃。所以呢，身体其实是反映出，就身体的疾病其实是反映出心灵生病的这件事情给你。那你要去着重疗愈的是心灵的疾病，而不是把重点摆在身体。好，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的。好，那最后面20段呢，它的导词呢，讲到的是，对镜练习。好，他说呢，我已经遗忘了自己的真相，因为我已经误把身体当成了自己。生病是抵制真理的一种防卫。然而，我并不是一具身体，我的心灵不可能发动攻击，因此我也不可能生病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136课啊。那也感谢你陪伴我，再次的把这个很重要的一课研读过。